Hello， 大家好，这是阿苦。亚瑟传说第四回连载开始了。我们在上一回消灭了卡拉镇北方的明蛇堡，把镇民救出来。但是因为那个镇民受伤太重了，需要那个妖精之药。妖精之药才能治好。当然啦，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找妖精之药啦。妖精之药到底在哪里呢？就像我上次讲的，就是找那个我们上次帮助的那个妖精少女倩倩，但是在因为她是妖精嘛，所以说我们可能可以在她身上拿到妖精之药之类的。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先回，我们跟倩倩第一次见面那个洞窟，或许她会在那边啊。总之，我们就先回到那个跟倩倩第一次见面那个洞窟，就是去那。大概就是出森林之后往北方前进那里。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次跟倩倩见面那个洞窟咯。好，我们先进去咯。很扯欸，你看这么点距离都还会遇到敌人。都没有那一种可以防可以减少遇到敌人的几率的道具。哦，看到了倩倩欸。你怎么在这里？村子还好吗？炸弹对大蜘蛛根本没有效。啊，没效。明蛇堡被灭，但是有人受伤，需要妖精之药才能得救。妖精之药只有我们妖精村的长老才有，可是村子被蜘蛛包围了。原妖精之村在这里呀、啊！哦，要帮倩倩。来打败蜘蛛，总之就是魔法一直线啦。哎呀，倩倩不会那个攻击魔法哦，那就不能太贸然前进。攻击还蛮强的。总之要注意一下 HP 的状况，这样。但他看样子制作目标主要还是放在迪洛跟乔尔上面，天气好像不管他的样子。哦，迪洛要死了，待会请那个倩倩帮忙补血，补血药还剩五罐，应该够用了。哎呀，中毒了！哦，还好那个倩倩会解毒术。哇，又中毒了！啊，没办法了，只好先专心补血。
我就先躲避了。哦，聪明呢。耶，打赢了！哦，真看不出来你没有真有两下子。你们这几个小伙子居然将大蜘蛛消灭了，真行啊！哦，我是这里的长老。哦，你是倩倩的朋友吗？对啊，老爹，他们的朋友受了重伤，可以给他们妖精之药吗？可以是可以的，可是妖精之药的使用必须配合妖精法术才能发挥功用。那就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救人吧。耶、yeah, ，新伙伴要加入咯。哦，原来倩倩是长老的女儿啊。这种设定还蛮普遍，好像还蛮普遍的。啊，太好了太好了，多了新伙伴，而且倩倩看起来应该是补血型的，应该是那个属于回复型的那个角色。有妖精之春好像没有装变之类的，没有的样子。倩倩的部分我看他钢爪皮炮布，哦，装备很弱呢，是不是应该要到那个多纳镇去帮他换装备？可是虽然说是妖精奇怪，可是问题是他们那些村民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妖精的感觉啊。哦，如果你不讲还真不知道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妖精，他们都是妖精的。所以我们待会要当然我们现在要回卡拉镇啦，只是说为了帮倩倩去做装备的更新，我先到多纳镇一趟。好，我们到多纳镇了，然后先睡个觉。好嘞，果然对吼，
多纳镇好像没有武器店哦。哎呀，我在耍白痴啊！哎呀，哎，白走一趟了啦！啊，对吼，都忘记了。啊，没办法了，只好再多走几段路，回到卡拉镇那边去。到了卡拉镇咯，一下我们就赶快回去救那个受重伤证明。不过在这之前，老样子，先回那个住宿睡个觉。这段期间都是在同样的地方在那边走来走去，差不多应该也要到新的地方了吧？不过一直这样也蛮无聊的。先帮倩倩更新装备好了，看她可不可以换一些什么新道具。哦，皮甲。好，换一下装备哈。呀，耶！我要把旧的卖掉。好，耶。好，来了，哦，是药精之药，太好了！我的脚，这是卡拉镇，是谁救了我？一路救了你，你的脚骨折现象，短期无法自由行动。谢谢你救了我，我叫亚特斯，看短时间无法再去找亚瑟王朝了。哦，亚瑟王朝。要在哪里吗？为何要找亚瑟王朝？我曾在书上阅读过关于亚瑟王朝的事。大概在17年前，象征着和平的亚瑟王朝被诅咒。我一直想去亚瑟王朝，看看究竟受到什么样的诅咒，但现在还没找到就受伤了。所以说他们的目的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咒，亚瑟王朝为何被诅咒？如何解咒？书上没写。是啦，哪有那么快知道呢？哎呀，真是书呆。不过你救那个小孩子的行为是值得嘉许。对了，你们为何也对亚瑟王朝感兴趣？我是亚瑟王朝主，最近才知道的。亚特斯先生，你还知道什么亚瑟王朝的事吗？我听人说过，西边的沙漠有个天碑，似乎跟亚瑟王朝有关系。西边沙漠，也就多纳镇那一带吗？沙漠天碑，我一定要去看看。沙漠的天碑是问老一辈的人，估计他们会知道吧。嗯，所以说天碑的位置，所以应该就是在就是森林西方那一带啦。不过在这之前，先问在村里面问一下有没有更精确的情报之类的。老村长是不错选择啦，不过还是到处问问好了。这边没人。都没有人跟我们讲吗？真是的，只讲说明这把没了，很爽这样。哦，你这些村民。镇长不知道，你们应该到沙漠附近的村子去打听打听，也就是说多纳镇咯。啊，还要回去多纳镇啊？啊，我已经不知道那个从多纳镇跟卡拉镇中之间往返多少次了。结果现在为止都在绕圈圈而已。就待会还要回卡拉镇那边去，那个回到多纳镇那边去。
啊，武器的部分好像没有要换的。哦，好吧，没有办法了，还是得再回到托纳镇去。好啦，我们又回到多纳镇啦。啊，我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从卡拉跟多拉镇之间的往返了，这应该最后一次啊，不想再回去了。这个森林一直走很烦欸。好，我们来打听一下那个沙漠天碑是怎么回事吧。先休息，然后再慢慢打听情报。啊，先找那个村长吧。你可知道有关沙漠天碑的事？要如何进入天碑？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以前只要乘坐天蝎拖车就可以进入天碑了。而十多年前，邪魔佐佐克派两个家伙拿走天蝎拖车的天蝎拖车的天蝎安神跟驱动石，所以天蝎拖车就荒废了。那两个到现在也在为非作歹，我们村里人都苦不堪言。邪魔族，佐克，好像听过。佐克应该就是那个什么让亚瑟王朝石化的罪魁祸首吧。多亏一位入卫的剑师用计谋将两人关入神秘之窟，本村才能安定。说到那个剑士，他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哎呀，哦，动马，哎呀，是迪洛的父亲哎！你们怎么会有这枚亚瑟徽章呢？然后是仲马先生的孩子。这枚亚瑟徽章是我父亲给我的，我父亲是叫仲马。哦，就救那个多纳寸的剑士，他就是你父亲吗？他还好吧？我父亲被索克手下害死了，用钱要我去找亚瑟王朝。又是索克，你一定很想去天碑探索线索吧？好，这个神秘之药给你们吧。神秘之药关在那两个家伙洞窟钥匙，去取回天蝎安神和驱动石。神秘之谷，快去神秘之窟，要格外小心哦。话是这么说没错啦，神秘之窟在哪里呀？啊，至少确定不会是上面那两上往北方那几个洞窟的啦，那是南边的部分。总之，我们就从多纳镇南边的部分找看看。啊嘞，没想一下找到嘞。一个洞窟前面有个像是被栅栏拦起来的地方，我想应该就这里了。看来这里的敌人跟之前那几个洞窟敌人都差不了太多，还好，我还以为会又更新一批新的敌人，又要练功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是往洞窟深处去找那个他们所说的那两个家伙。希望这个迷宫不要多太长了。嗯，有岔路，右边还是左边？右边。
哦，啊，又有岔路，先往上面走看看。像绕的样子，哦，找到一个查摩拉，圣地，我看你是被我养不惯这里的吧？原来是你的儿子，也是他的儿子，那你就代替你儿子父亲受死吧。嘿嘿，尽全力啦，不然待会还有一个 boss 啦，所以说就看状况。哦，估计很强哎。哎呀，巧被打死了。果然人鱼之类是难复活的，这点倒是没有猜错。哦，好险！哦，那么耐打。哦，终于学会补血了。不过现在这个状况恐怕没有办法连续打第二位。那我还是先回东大镇一趟啦。
好，先回到多纳镇后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补充点道具，然后又这时候又回来啦。因为刚刚打那一只有点气力耗尽啊，所以说不得已早再回去。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 boss 要打，因为刚刚是在北边嘛，所以说这是往西边走看看。宝箱，所以还是要，对，还是要那个，哎，好的，然后再往回走一些，走。好嘞，所以这一层是没有路了、哦、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地商城。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所以要往左边走啊，我还以为左半边那边都是宝箱之类的东西。啊，果然啊，完全没有注意到。会在这里面了吗？应该快到了吧。看样子，看这个路的感觉，啊，遇到了，遇到了，终于啊！好，完全毫无保留的攻击喽，然后血不够交给芊芊。不、哦，还是这样抽。不过这次有补血魔法，就不用担心说那个回复剂不够。
破，真的很痛哎、欸！大概没被打一次就要补一次，不过还有芊芊的 MP 多了，就打几个，很耐打。啊，玩持久战啊，怕你。耶、yeah, ，打赢了，取得了驱动石跟那个天蝎缰绳。好，我们可以离开了。又会多拿这回复啦。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去找那个沙漠天碑嘛，既然都拿到了两样关键物品，我先去跟村长讲讲话，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情报。结果也没讲什么其他情报。既然沙漠天碑的话，应该会在多纳镇北边吧，因为南方也没有路了。那往北边咯。我想，突然想到上次我们好像有看到一个类似蝎子的东西，应该就是那个吧。哦，应该就是这个了。好，这个蝎子。好，第四回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拿到了那个，我们拿到了开启天蝎的那个两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新的地方了。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哪里呢？不晓得。所以我们下一回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那我们第五回再见咯，拜拜。